我记得我刚刚发行第二张个人专辑的时候，然后在宣传期的时候，有一位媒体的朋友给我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让我非常难忘，因为他讲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可爱。他当时告诉我的是，就是你有一首歌我好喜欢，是新专辑里面的歌，名字叫做《悬浮列车》。真是啊！然后我就觉得，今天《悬浮列车》也开到了上海，因为他要来看他的88个朋友。Thank you.
想问一下乐队老师，之前是跟你们排练的吗？太过分了。